扫罗种福田。明朝目宋隆庆丁卯年，在韩州有一位名叫韩世能的人。有一天晚上，韩世能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金甲神。怎么回事？难道已经天亮了吗？金甲神，韩世能，你不要害怕，我是来向你道喜的。金甲神，我有什么喜事啊？你当想一品官位的荣禄，难道这还不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吗？想一品官位的荣禄，金甲神，我何以有此福报呢？哈哈哈哈！金甲神听后笑着说出了一段功德善行，这事还得从韩世能的祖父韩永春说起。韩世能的祖父韩永春家境贫寒，他虽然十分缺钱，但是却喜欢放生。每天清晨起来，他必定会拿着扫帚，把屋前靠小溪的两岸的螺蛳放入水中，以免被人踩踏伤害。今天又爬上来不少啊，你们还是快回到溪水里吧，爬到岸上的话很容易被人踩到的。有时候韩永春还会忍着饥饿清扫十余里路，被他放生的螺蛳更是无可计算。韩永春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是啊，别人大清早的都打扫自己门前，你怎么扫到这里来了？嘿嘿，我这是在做善事，放生呢。放生？拿着扫帚放生？你们看，这些螺丝都爬到岸上来了，这样很容易被人踩到，伤害他们的性命。所以我每天早晨都会用扫把把他们扫回溪水里。你也太无聊了吧。行啊，你继续做善事吧，我们就不耽误你放生了。这个韩永春实在是太傻了，还做善事放生，自己连饭都吃不饱了，还顾得上那些爬上岸的螺蛳。可不是嘛，放生螺蛳这种事也只有他这样的傻子才做得出来。对于这样类似的冷嘲热讽，韩永春一概都忍耐着，他只觉得自己认为做对了就好，至于他人的讥评大可不必理会。何况他总觉得当他把数以百计的螺蛳放生到溪河里时，自然而然就感到快乐无比，这种快乐诚然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。你的祖父乐此不疲，已经做了40余年，所以累代可得贵显，阴德也就必阴到你身上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啊，金甲神，难道这只是一个梦吗？自从做了这个梦后，韩世能更加自立，果然日后官至一品，出仕朝鲜，后世子孙皆享显贵。当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，即使有再多的钱财，再高的学位，也无法买到一分钟的生命。即使是一只小生命，我们也无能为力让他死而复活。所以在生命活着的时候就应该多多珍惜，让一切生命都能享受自由和快乐，保护他们，不再让一切生命受到任何的伤害。
分。